天乐成为新一任演艺人协会会长，早前他就以会长身份出席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春茗。一众歌手都在台上唱歌似乎不够尽兴，决定要去找一找古会长。这首歌是他唱的，龙门石窟，胡山。我这首歌是原唱，虽然脸上万般不愿意，不过能让古会长开金口唱出自己的黑历史啊，不，自己的经典金曲，真是不简单。看来会长一路也是不好走啊，古会长加油！香港报道。